一分钟带您认识三款常见的印刷油墨。市面上喷墨用墨水、油墨的款式相当多，依照特性可以分成三种。今日一生为你整理各种墨的特点属性，帮助你顺利找到适合你的墨水。一、UV 墨水特性。UV 墨水拥有节能快干的特性，暴露于紫外光后立即固化，加快后续加工的时间。除此之外， UV 墨水几乎适用所有材质，应用范围非常广泛。加上固化过程不会产生蒸发或溶剂性的污染物，能降低对环境的污染。即便成本较高，但具有环保且适用广泛的特性， UV 油墨将成为市场主流。二、溶剂墨水特性。溶剂墨水基本上可适应于各种基材材料，拥有高适应性，印制前也不需使用前处理液，让生产更快速，效率更佳。虽然价格相对便宜，但干燥过程中会产生有害物质，容易造成环境负担。三、水性油墨特性。水性油墨拥有多项优点，包含颜色稳定、亮度高、着色力强、印后附着力强、耐水性强、干燥速度可调。但因为无碱、无乙醇和水，干燥慢、光泽差，易造纸收缩，技术门槛相对较高。透过三种墨水的特性说明，是不是又更了解了呢？其实这三种墨水各有其优缺点，根据需求来挑选才是最有效率的选择。若您有任何需要协助与建议的地方，都欢迎与易生联系哦。易生成立超过20年，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，包含 UV 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，拥有专业售后保护团队，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。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，欢迎找寻 MIT 品牌易生免费服务专线 0800-520-005。